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然后我看到他的快递盒上写着是什么抖音礼盒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吧。它里面送了一只小兔子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礼盒袋。刚刚在这上面的这个包装被我拆下来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然后我也拍了一些照片，拍了好久好久。我们现在一起来打开吧，然后看看咯。看起来好像是，看一下，Thank you, this your lifelong life flowers. 哦，wish。希望你的人生像花朵一样绽放。这里面有三个礼品，还有一个小勺子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是蜂蜜，野生蜂蜜。哇，挺看起来。然后剩下的两个我也打开包装了。然后发现这个是抹茶味的，应该是牛轧糖，手工牛轧糖。然后这个是茉莉花，可以泡水喝的，闻着还挺香的，其实还挺喜欢的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学生嘛，量入为出。我觉得这份礼物我还是很喜欢的，虽然说是在抖音上，被我感觉现在东西都被标上抖音之后，我都有点一点点小小的反感。比如有一首歌，我自己很喜欢听，然后我在评论上就看到有人说“抖音而来，抖音而来”，我感觉这就是最深的诅咒那种感觉。好啦，那我就先把它们整理起来，然后再拍一个照片咯。